时间过得很快啊！我看到今天片头，我们学习今天是第60次了啊，非常难得，从互相分享看出同学们的进步啊，明显的进步，也有一些同学有很难得的悟出啊，都是好现象。好，现在我们开始了。凝冻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科助学习班心得体会之七，刘素云老师。近日听说这样一件事情，某净宗道场来了一位法师，这位法师是不请自来，还是受道场之邀而来，我不得而知。道场住持慈悲，礼敬法师，恭请法师升座讲法，给大众做开示。几堂课开示下来，众心大动，多年读诵无量寿经，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其中包括一些修行多年的老修，改换门庭，转而修禅修密去了。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可悲，令人痛心不已。可怜那些老修们，多年的修行功夫前功尽弃了，实在可惜呀。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说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大家都不陌生，是师父上人在讲经过程中多次提到的。我在这里重复一遍。第一件事，师父上人说，当年在台中，他跟随李炳南老师学教，老师的一言一行，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件事让他不解，什么事呢？就是经常有出家或是在家的高僧大德来拜访李老师。李老师对这些高僧大德是热情接待，礼敬有加，赞叹供养。师父上人不解的是，李老师从来不请这些高僧大德升座讲法和给信众做开示，这是为什么？李老师看出了师父上人心中的疑惑，单独和师父上人谈话，告诉师父上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师父上人恍然大悟，对李老师更加钦佩了。第二件事，大约是70年代，师父上人到香港某寺院拜访寺院住持，师父上人和这位住持是多年的老朋友，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住持法师请师父上人升座讲法，给大众做开示。师父上人升座讲法了，也给信众做了开示。师父上人都讲了些什么？我概括一下，
师父上人讲了四个方面内容。一是赞叹道场，二是赞叹禅宗，三是赞叹法师，四是赞叹信众。这是什么？这叫懂规矩。因为这个寺院是禅宗道场，如果你到了禅宗道场，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净土，那叫不懂规矩。第三件事，大家都知道，师父上人有三位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师。师父上人曾经说过，他的这三位老师互相没有见过面，但三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告诉师父上人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告诉师父上人不要碰禅和密，告诉师父上人不是学禅学密的根基。师父上人尊师教诲，选择了净土法门。我上面之所以重复了这三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一，我们不要做动道人心的人和事。有这样两句话，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这两句话，修道人都知道，尽管知道，可恰恰有人不动千江水，偏动道人心。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做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多么愚痴。世尊之所以讲经说法49年，讲了84000法门，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众生根据自己的根性选择修学的法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是凡夫，不知道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信口开河。我的女儿和女婿都是修禅的，我从来没有干涉和干扰过他们。我的女儿每年都去江西某寺院坐禅49天，我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记得女儿第一年去坐禅，第三个星期给我打电话，说坚持不住了，想提前回家。我鼓励她，做事要有始有终，一定要把49天坚持下来。果然他坚持下来了。第二年再去坐禅，49天很轻松坐下来了。他告诉我，他这49天连一支香都没落下过。我鼓励他继续努力，他很开心。切记切记，我们万万不可做动道人心的人和事。二，我们的道心不要被人所动。修道之人，切记不要做墙头草。墙头草随风倒，东风来了往西倒，北风来了往南倒，风力稍大点儿，连根拔掉了。这样的修行人是不会有成就的。
就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来说，可以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人了。人生难得，我们得了；佛法难闻，我们闻了，而且闻到了无比殊胜的一生成就的念佛法门。我们有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我们有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集注》，我们有净空老法师这样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位圣僧，作为我们修学净土的导师。我们有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佛门榜样。这样的法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机缘到哪里去遇？为什么我们的道心那么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十几年、几十年的修行，几堂课就被拉跑了。真的是可怜悯者。三，我们的道心为什么能够被人所动？就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根不深。师父上人非常重视扎根问题，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要扎好根。对于师父上人的劝诫，有多少人听进去了？有多少人听明白了？又有多少人照做了？如果能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落到实处，我们就有根了。我们有圣贤的根，有佛菩萨的根，我们学习经典，学习圣贤教育，就得其用了。能够与我们的自信相应，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太难得了，这是真正的大事。可是有人轻视这三个根，说这是善法，不是佛法。有的人对此不屑一顾，就是这种错误的理念和认识，导致我们的根不深，一遇风吹草动，就被连根拔掉了。二是理不明。对于净土法门的修学理念没有完全明了，还是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有的是随大溜，听谁说都有理，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一刮风就随风跑了。三是信不坚。这个信不坚主要是对自己信不坚，不相信自己的根性，不相信自己选择的法门，不相信阿弥陀佛的48大愿，不相信一句佛号的不可思议的无与伦比的殊胜，犹疑不定。四是愿不切。真正发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修道人，他的道心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有的人觉得得人身也不错，这一生福报不小，挺富有的，来生再得人身，比这生还富有，贪恋人身。有的人觉得天道也不错，天人福报大，寿命长，能去天道享天福，也很满足。有的人觉得极乐世界去也行，不去也行，
这一生去不了，来生再去也可以。这些就是愿不切的具体表现。他们没想想，你想来生得人身，问题是你能不能得到？要知道，得人身比成佛都难啊。有人觉得天道不错，你能不能去得上？即便去得上，也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它是不究竟不圆满的。有的人想这一生去不了极乐世界，还有来生呢。你想过没有？来生你在哪一道？你能遇到佛法吗？信愿信坚愿切的修道人，他的道心是无比坚定的。我认识的一个老修行，他60年代就开始学佛，一直坚守着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佛号。50多年过去了，还在坚守着。这些年来，《无量寿经》他已经给信众讲过10几遍了。这样的老修行，他的道心谁人能动？他今生能不成就吗？说到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懂道人心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呀。你的道心如如不动，谁又能奈你何？四，念佛成佛，这是第一重要的。大家仔细想一想，2014年，师父上人，无论是讲大经科注，还是大经科注学习班，今年师父上人讲课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如果你理明白了，信也坚了，愿也切了，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没有一丝一毫怀疑了，你经教都可以放下了，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行了。听明白了没有？今年年初，师父上人又为我们推荐介绍海贤老和尚的光碟，给予老和尚极高评价，号召净宗学人向来佛三圣学习。这不就是师父上人作为净土宗的导师，在导引净宗学人怎样念佛成佛吗？大家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世尊是怎样成佛的？师父上人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我们净土宗的13位祖师是念佛成佛的。慧远大师的东林念佛堂123人是念佛成佛的。密宗的金刚上师黄念祖老居士是念佛成佛的。海贤海庆2位老和尚是念佛成佛的。刘素清郭永发2位老菩萨也是念佛成佛的。古代的、现代的、我们身边的念佛成佛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实例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信愿弥坚吗？世尊49年讲经说法，对象是什么？对象就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对念佛法门有疑惑的。你的信心不坚定，
你的愿心不恳切，怎么办？听经。佛细心地给你讲，你听清楚了，听明白了，相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还要不要听经？不要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够了。海贤、海庆两位老和尚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照这个样子做就成就了。前几天，有位同修对我说，某某人在讲经说法，这个人说法有个特点，他告诉信众，只要念无量寿经就行，不用念阿弥陀佛。这位同修问我，这个弘法人说的对不对？我想不用我说对不对，大家听了自会有正确答案的。念佛成佛，这是第一重要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凝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切记切记。法门无高下，门门皆妙法，都是世尊传，千万别谤法。法本无法，无有一法，说修说正都是魔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这一句才是真话。惭愧弟子刘素云顶礼。2014年7月13日。我们听了刘素云居士的学习报告，也在屏幕上看到文字，这一篇新的报告好，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一生能不能成就，能不能往生，他的报告都说清楚了。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确实是难信之法，啊，可是行起来不难，很容易。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证明，真心、真愿，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功了。啊，念多久成功呢？我们过去看到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郭鲁江，那也是不认识字，啊，一生潦倒，苦不堪言。锅炉匠这个行业比乞丐稍微好一点，啊，现在没这个行业了，提起来大家没有概念，抗战时候还有，我还见过，不只见过一次，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40多岁，想到做人太苦了，啊，地贤老和尚
跟他是从小在一个村庄长大的，小时候的玩伴的关系密切。他看到地仙老和尚出家了，学佛了，觉得很不错。啊，发心呢要跟他出家。地老说不行啊，你不能出家了，你这个出家了，连五堂功课都学不会，这寺庙里怎么能住？啊，那么学讲经，你不认识字，来不及了。啊，他不干，赖住。一定要出家，到最后老和尚实在是没法子了，就跟他谈条件。他说：“你真想出家啊？你要接受我的条件。”说：“行，你说什么我都遵守，我都照办。”好在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那地老和尚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没有在寺庙住，也没有受戒。那老和尚给他剃了头了，就教他一句佛号，在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小庙。啊，这个小庙没人住。啊，找这么小庙让他住在里头，在附近找几个信徒，都是地仙老和尚的在家弟子，照顾他，啊，给他送吃的，啊，那么他缺什么呢？帮助他一些，找了一个老太太，也是佛教徒。啊，给他做两顿饭，替他洗衣服，啊，这个很难得了。那么他这一句佛号，老和尚说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真干了，念了三年，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啊，跟这个地仙老和尚差不多。往生前一天去看看他的老婆、些朋友，啊，跟他们见一面，打个招呼。啊，晚上回来，告诉老太太，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以为师父从来没出过门，这出门看朋友，可能明天有人请他吃饭，啊，不要烧饭了。到第二天他还是来了，看看师父怎么样。啊，喊没有人答应，就转到里面看，在小佛堂里头。哦，他面不是对着佛。在房间里头面对着西方，他的西方正好是一个窗户，面对着西方站在那里，啊，叫他不答应，仔细看已经死了。老太太吓到了，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啊，这是找农村里面一些居士们，学佛的居士们，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大家都来看，没有一个不欢喜，赶紧派人给地仙老和尚送信。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要走路，来回三天。啊，地老跟他来了，他站了三天。贴在办公室，啊，没有听过一次经，他不认识字，
当然也没有念过一部经，就是一句佛号，三年成功了。地仙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常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勉励大家认真念佛。老和尚赞叹这个徒弟，他说好啊，你没有白出家了，你的成就啊，讲经的法师比不上啊，红宗言教的法师不如你，明山方丈主持也不如你，比不上你啊，你是真成就了，真的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他这个信息从来没有告诉过人。当然见佛，佛告诉哪一天带他来走。连天天给他烧饭的老太太都没说。所以我们根据地老和尚这个徒弟他的成就，那么海贤老和尚跟他差不多家境清寒，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务农，从小家乡的种几亩田所以对于种地也有这个常识，有经验一生做农耕，出家之后还是做农耕，寺庙里有菜园，他种菜寺院在乡下附近，山地很多荒山也没主的他去开山，去开辟开出来之后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一个人做事情非常勤快，年轻有力又肯干，一生开辟荒地100多亩100多亩种的粮食那收成相当可观了他没有拿去卖钱，拿去救济贫苦在他附近这个几个乡镇甚至于邻县遇到有苦难生活艰难的他通通救济，真是做到了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他种地我们能想到每一锄头都是一声佛号无论是整地浇水种植声声佛号不间断，那么他种的东西我们就可想而知比别人种的好有三宝加持一生没有离开劳动这就是他的工作。早年小庙里头有五个老和尚，那个地方是非常贫穷的地方，没有香火，没有人烧香，没有供养，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种植他的劳作这个不光碟里头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一生确实做到了严持戒律。
以苦为师，精进不懈。那他的成就不可思议，这个光碟希望诸位仔细听，遍数听多了就听出门道出来了。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真的一直念下去。啊，他一生的课就是烧香、拜佛、念佛、绕佛。啊，累了，他就在床上躺一会。啊，休息好了，接着再干，也是日夜不间断。啊，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这样的人念佛，我们晓得，大概3年，那个功夫就像锅炉匠一样。锅炉匠这个3年。最低限度他念到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叫功夫成片。换一句话说，清净心现前。啊，世间任何事物不放在心上，他现在清净了。啊，这样的功恨就能感动阿弥陀佛。啊，佛现身来安慰你，啊，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了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可是在这个时候，确实有不少人就要求阿弥陀佛，我现在就跟你去。尤其是像这样人，世间太苦了，他没有留念。啊，佛就答应他了。啊，那么锅炉匠什么时候见佛？应该是3年。啊，佛来告诉他了，还有寿命，不要了。啊，锅炉匠年岁并不大了，出家时候40几岁，啊，顶多50出头。他念佛3年。往生的时候顶多50出头，所以不算年岁大啊，估计他还有寿命啊。那什么人突然聪明了，见到阿弥陀佛就要求佛带他往生，那么佛就跟他约定啊，3天以后5天以后约定时间就给他啊，给他一点时间准备后事。啊，那我们想想海鲜老和尚，他的功夫成片顶多3年，20岁，23、24岁就见佛了。啊，佛就可以带他往生了。啊，他还有寿命，修得不错。啊，让他继续修。这个时候见佛之后，信心愿心坚定了，不会动了。
知道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法喜充满。那么再有个三年五载，就可以提升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往生不再同居土了。功夫成片还在同居土。那么再有个三年五载，可以提升到礼业心不乱。礼业心不乱就是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什么时候呢？我的看法是在四十先后，他到这个程度啊。他讲得很清楚啊，他好几次向阿弥陀佛要求带他往生，佛没答应，说他修行很好，修行不错，要他留在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有那么长的寿命，佛知道咱们净土中有这一次灾难很麻烦，让他来表法做证明，这个意义就是大了。他的寿命我估计他应该是七八十岁。那么一直延到112岁，这个是阿弥陀佛把他寿命延长的。那么非常明显，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带他去往生，一定是告诉他，你要遇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生，心唯有生战生》，你只要看到这个，表法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带他走了。所以真的这本书他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明心见性，哪有不知道。他不能去找这个书，他要等人送来。哪一天送来他也知道，他不是不知道。所以书真的送来了，欢喜得不得了，如获至宝。把他最珍惜的袈裟拿出来的时候，穿袍大衣把书捧的时候，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老和尚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从来没有过，这第一次。没有主动，这就是表法圆满。表的什么法？表的是净土。第一个告诉修净土的同学，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真有其人。海贤老和尚在世，就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所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见佛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过去在传记里面看到的，我们初祖慧圆大师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
海贤老和尚念佛92年，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他见多少次？我概略的估计不会少过10次。92年了，不会少过10次啊，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都不假了啊，而且信愿持名一定可以往生了，绝不是假话了。所以劝人是往生极乐世界成佛，这是大事啊！啊，其他的全假的，重要是表这个法，让我们对经中升起坚定的信心，绝不动摇。现前经中这一代，就是大家批评反对汇集本。啊，这个人数之多，态度的激烈是空前的，过去佛门从来没有这样这种状况。啊，海内海外一片反对的声音。啊，真正难为。一位年轻的法师，弘一法师啊，收集许许多多资料，写成这本书。后面还有一篇答问，换著问答。啊，这个串入问答的时候，完全为汇集本辨别。啊，他们反对经典不可以汇集，从印度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开始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他举出很多证据，啊，古时候不叫汇集，叫合经。几种本子合在一起，合经啊，告诉这个汇集自古以来就有啊，而且很普遍。那么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可以说是包括合经，自古至今。汇集之精彩，确实这是第一步。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它没有改动啊。过去做汇集的工作总有改动的，它一个字没有改动，所以说这个本子是真经啊，慧明老法师以前给他作证，大家不相信。现在海贤老和尚再给他作，第二次给他作证，这真的。啊，第二个给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作证，这个注解是集注，你看他。集结83种经论，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注这部经，注解句句都有出处，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这可以相信啊。没有问题啊，
那第三个是替我们来作证，我们这二十多年依照这部经，依照这部注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决定没有错。啊，后面有特别更深的一个意思，为整个佛教来作证，那就是一定要互相赞叹，不能毁谤。啊，互相毁谤，互相批评，让社会大众听到看到了，对你们完全不相信的。啊，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反正我都不相信你们。佛教就衰了，佛教就灭了。啊，所以这是阿弥陀佛慈悲也，留这么一个人，让他在这个世间受苦几十年，替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啊，你看，他一作证的时候，他就走了。你要找他就理论，他不在了，到极乐世界就找他，啊，你再找不到他，他不跟你讲了。表法的意思非常深长啊，啊，那么刘素云居士这个报告啊，非常有价值。啊，我们的修行能不能成就？啊，他说得非常好。啊，前面讲这三桩事情，这是李老师的，我在台中十年所看到的。啊，老师对于出家在家的人恭敬，李儒家从来不请他们讲开示。啊，是曾经有一次前一个法师讲开示，也是轻视念佛法门。啊，我就不知道是修禅还是修密号，不知道。啊，总是他不是修的念佛法门。啊，让这些听众生烦恼。啊，李老师大概费了半年的时间，才把他们慢慢搞清、理清楚、理明白，所以以后再不敢去了。啊，这都是他告诉我的。啊，所以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请法师来讲经讲开示，这法师是真正懂得的人，懂规矩的人。啊，懂规矩怎么样？就是赞叹。啊，所以他举了第二个例子，是七七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这个故事，这个老和尚就是圣依法师。啊，香港唯一的真正禅宗道场。啊，我在香港讲了演讲，他来听了几次，听得非常欢喜，告诉他的信徒，啊，这一会很难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统统来听我讲经。啊，香港这些法师嘱咐信徒来听经，就他一个。啊，所以我们就建立很好的关系。他要我到他道场去参观。啊，他老想讲宝林寺。啊，前面大家知道宝莲寺，他的道场讲宝林寺。宝林寺在宝莲的后面。没有路，要走路，啊，车进不去，要走半个小时，啊，这就是人家选择的道场，交通不开发，不
不希望人到那边去啊，除非你是去参学，不是去参学他不愿意接待。啊，我们从宝莲寺下去走半个钟点到他道场啊，看到他的禅堂还有40多个人在坐下啊，那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外国人啊，请我讲开始啊，我赞叹禅宗，赞叹这个法门，赞叹圣依老和尚，赞叹这些参禅的学人。这就是帮助他兴旺啊！啊，他请我去干什么？啊，我们外来的法师，对他们的道场，对他们的领导，他们的老师赞叹，他们心就定了。信心增长啊，啊，不至于怀疑啊。陪着我去的大概也有120个人，啊，就是我的听众，啊，陪我一起去的，啊，回来的时候还要走半个小时啊，一路走一路聊天，就问我法师，你对禅宗这么赞叹，你为什么没学？问我这个问题啊。啊，我说我不是禅的根性的，啊，我只能修净土啊。那个禅要放下烦恼习气，我没这个能力啊。啊，净宗待业往生，不需要烦恼，放下烦恼习气，只要真心、真愿、老实念佛就行了。这个我可以做到。啊，那个我做不到，我就不必受那些苦难了。啊，这个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啊，选择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一生容易成就。啊，我学习净土也不是偶然。我都跟诸位做过很多次报告，啊，入门是方东梅先生带的，那从哲学入门的，啊，所以当时把《大乘经论》全看作哲学的教科书，啊，角度不一样。不是学佛，是学哲学啊，学佛经哲学啊，渐渐起入之后感觉到方老师的看法有问题啊，佛法里面所说的超过了哲学啊，不仅是他超越了哲学啊，我们可以说他是叫究竟圆满的哲学啊，其他的法门都不能够啊小看。啊，即使小乘，甚至教初学，里面都有奥义。啊，那么方老师到晚年，他入境界了。啊，非常可惜，他要再能多活几年。那对台湾的佛教会有很大贡献啊，其如境界不到半年他就往生了，那个时候他
79岁，啊，79岁那年走的，啊，最后他还皈依，真正皈依广清老和尚，啊，走他的皈依寺，啊，所以我是学法华、楞严、华严，在这些大乘经里头认识净土。啊，我在楞严经里面看到的，很多人都没看到。啊，25圆通章，大家提倡都是观世音菩萨2根圆通章。啊，从来没有人听说讲大势至菩萨。啊，表法，佛门的表法，普通一般的，按顺序，6根、6尘、6识、7塔，25是这么安排的。那么观世音菩萨2根圆通应该排在第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7大里头的。地水火风空见识，它是见大。7大里头应该排在第6位，后面是10大。10大是弥勒菩萨代表的，也就是说他在弥勒之前，弥勒在他之后。但是你看经文不是的，观世音菩萨摆在最后，这非常明显啊，从第二跑到最后一个了，这非常明显。大势至给弥勒菩萨交换，他们两个交换看不出来啊，因为一个是23，一个24，所以两个特别法门不是一个。啊，那念佛圆通章就重要了。啊，念佛圆通章说遍法界虚空界。通学的。2根圆通章是娑婆世界专修的。念出两个特别法门了。那要叫我们用什么？用观世音菩萨2根圆通章啊，来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梵文文自性，啊，自性是什么？自性就是阿弥陀佛，性称无上道啊！啊，我在这里头发现的，啊，这个发现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缘，因为那时候学了研经，啊，我佛讲。啊，台湾大学这学系的同学，4年级的同学，啊，有2、3个人，带了他们一个老师日本人，日本和尚，啊，在台大是客座教授，啊，来拜访我，啊，问我学什么法门，我说学净土，啊，经教我在学楞严，他很讶异。楞严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之后，我立刻的反应，25圆通里头，观音师智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样回答他的。啊，他要真正听懂的时候了。楞严经真正提倡这个法门呢，就是
大势至菩萨念我圆通章，你才能成就。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守大势大佛顶，守楞严殿，成佛方法。啊，二十五种方法，这个一种是最普遍的方法，普世的啊，遍法界虚空界都要学。你说这还得了吗？啊，耳根是特别起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啊，所以都要会看呐。啊，这日本和尚也没话说啊。啊，你他都没看出来啊。啊，我真正接受，完全相信。啊，从教下走入净土，是华严经，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两个菩萨是我们最佩服的啊，最向往的啊。原来他们成佛都是在极乐世界啊，我们在细细去观察或经本，其如就有深度了啊，才知道华严经在诱导我们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后面五十三参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第一个先入为主，吉祥云比丘，也叫德云比丘，修什么？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啊，看最后一个，普贤菩萨第五十三参，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彻实彻宗。这可不得了啊！啊，华严怎么成就啊？念佛就是华严，念佛就是楞严，念佛就是法华。这还得了吗？你要不看出这个门道出来之后，死心塌地了，完全明白了，讲经也不会误人了。为什么呢？讲经的时候一定指归净土啊，你就不会指错方向，这个重要啊。啊，我们在学经教的时候，李老师没有跟我们讲的这么清楚啊，我只是自己摸出来的啊。李老师讲这么清楚，我早就相信了啊。参云法师劝我求净土也没讲清楚啊，我是很服从真理的人，真讲清楚讲明白我没话说啊。所以这个大乘经教里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尤其是净土非常不容易啊，一定要懂得观机啊。我们自己学习的法门别人未必能学，那净宗说不能学的法门，学这个法门能成就，这非常非常难得啊！走这个法门一生决定成就，而且成就很快啊！一般我们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大概都是三年啊。曾经有法融法师问过我，这法师不在了啊，他住在吉隆，常常听我讲经，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往生传上这些人他们三年
寿命都到了。我说这个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哪有那么巧，都是在的，这讲不通。啊，那怎样才能讲得通呢？他3年功夫成就了，佛来通知他，他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这样才讲得通。啊，所以修这个法门，真正成就不过3年而已啊！啊，黄忠昌居士30岁才出头，31、32岁吧。啊，他听到我讲这个事，他就做实验，在深圳闭关，啊，向小丽护持他3年。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就预知失之往生了，他寿命不要了，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这些念佛人为什么不能成就？贪生怕死，不是真的。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的时候，一定要求我，阿弥陀佛给保佑我长寿，不是求带我现在往生啊。我们的心念佛全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全知道啊。真的叫根熟众生，这一生一定成就啊。假的那就别谈了啊。这个法门有这么多人肯定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缘啊。念佛成佛第一大事啊，其他的都不要放在心上啊。理不明，信不坚，要听经，听经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怀疑了，信心就坚定了啊。如果真正信心坚定，一点怀疑没有，经听不听没关系，念不念也没关系，最重要的一句佛号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有人说光念经就可以了，不要念佛，理上讲得通啊。事上来说呢，比念佛成就啊要困难一点啊。经常啊里头有杂念的，有妄想啊，那就打折扣了。这一句佛号就4个字，妄念进不去，这个难得，就是道理要搞明白。